美女，深入了解一下呀！我开局选择乔帮主，现在1000关。啊！我还有开局选择小龙女的，现在3000关。你看，雕虫小技。如果拥有2000个炉炼器，可以开出极品装备吗？啊！你看我挂机了一晚上，已经有了2000多个炉炼器。你看我现在的等级是28，能够抽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只有0.035%。但我这么多抽，肯定能出一个吧？吸一波你们的撸气，咱们开抽！哎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哦，真的开出来了，极品神装如意金箍棒，暴击增加10%，跟你装备上去试试，会不会直接秒杀？你们快来试试吧！